葫芦双梁、起重机栏杆、安装指导。纽科伦已经实现了栏杆标准化智能生产，栏杆分为标准节、非标节、走台拐角栏杆、电器箱支架栏杆，请按以下指导顺序安装，防止出错。拆除栏杆包装，对栏杆进行识别、分类，识别后将各类栏杆分类缓存。走台拐角栏杆、电器箱支架栏杆，栏杆标准节其他尺寸为非标节。走台拐角栏杆吊装至非走台检修吊笼端，用螺栓将其立杆固定在走台连接板上，用力矩扳手按照规定力矩拧紧螺栓，将电器箱支架栏杆吊装至走台检修吊笼端，用螺栓将其立杆固定在走台连接板上，用力矩扳手按照规定力矩拧紧螺栓。根据之前步骤确定的栏杆非标节安装位置，将其吊装到位。用螺栓将其立杆固定在走台连接板上，用力矩扳手按照规定力矩拧紧螺栓，用螺栓将栏杆互相连接。将剩余的标准栏杆参照步骤6的方法依次安装到位。用螺栓将其立杆固定在走台连接板上，用力矩扳手按照规定力矩拧紧螺栓，用螺栓将栏杆互相连接，用力矩扳手按照规定力矩拧紧螺栓，用螺栓将栏杆互相连接，用力矩扳手按照规定力矩拧紧螺栓。安装完成后，应对所有栏杆连接螺栓进行确认，保证连接螺栓全部紧固到位。